发参加的、哦、对对对，所以他是在脸书上有吗？啊，对，在脸书上有发起一张，那那位是我们的发起人，那位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爸爸，然后他小朋友还那么小，对，那因为他想说小朋友要来走这游行哈会很累，所以就突发奇想就想到哎有一个娃娃车可以跟娃娃车上来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我们的由来这样子，太好。请问一下，你们之前有参加过反核的活动吗？之前就是大家都会关心，对对对对，之前，之前大家都会关心，大家都会会有脸书在交换意见。你们有参加知道绿色行动联盟？有。我们现在的成员吗？有三十多位，有三十多个家庭。对，对家庭，对对对。哎，谢谢你。你们之前有参加反核活动吗？以前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哈。没有。那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参加反核？为了小朋友啊。啊，这样。是怎么样知道这个讯息的？电视上都有啊。OK。我们透过网络啊。电视的讯息都知道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你们是娃娃车联盟的、啊，对，我们已经走到核废料前面了，后面有核废料了。